们杀进去，连副的带位球防的要布条先往后退一点，这位置你不要站起来，我没杀了，我是没杀了，这好看。请问您是哪一个单位啊？哪一个单位？对，是全国官场工人连线，就是他们十几年前就是啊，官场还拿着工位，中间稍微就留出一个通道，好不好？让规则队伍清楚一点。到现在还拿工位向右靠一点，我借给他们。向，哎，对对对，谢谢。你可以问他们，一点点就好。请问一下，你愿不愿意讲一下话？先生要不要讲一下话？没有。我问他们都没有人要讲，你再讲一次好了。我没有在那个历史里面，对，所以你可以问他。你可以到中后段的人，他们应该比较贵，因为这个等一下要开始跪，他们比较难。他们要跪啊？对啊，他们要跪，要跪。哦。中间的人比较没有，都可以问中间。您是？我是陶产总的秘书。那我们准备好了吗 ？OK 了吗？请问一下，听说你们要跪，你们为什么要用跪的方式来诉求？可以讲解呗？三跪一拜。为什么要三跪一拜去做这个诉求？立马我们在。啊。好。代位主席。公来，后面的话题拿高一点，好不好？你那唔知你就来跪啊！好，接先生，那唔知要来跪。好，现在我们大家一起喊，四个口号，再喊最后四声号，整个队伍，官场队伍就会开始我们的动作，整个队伍也即将会开始。好，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演演戏啊，先喏。好，喊下我们四个口号，哎，外来。